演唱会结束后，南韩歌后 IU 沿着护栏一一向粉丝说拜拜。不过下一秒 ，IU 突然加快脚步冲向粉丝。IU 拿了礼物后笑得合不拢嘴，雀跃心情完全藏不住。影片一抛出，网友就非常羡慕这位粉丝得到 IU 青睐。眼见的台湾粉丝也发现这包礼物正是来自台湾的小泡芙，而且这已经不是 IU 第一次收到。粉丝都知道 IU 爱吃小泡芙，因此每次公开场合一定送 IU， 而且这一招屡试不爽。掏出小泡芙，不止 IU 能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就连少女时代也可能上前讨吃。少女时代秀樱花是品尝小泡芙逗乐粉丝。事实上，台湾零食在南韩不止小泡芙有名，女团一级过去来台开唱，还买了一大袋上演吃播秀。一边直播一边大口吃布丁，配上苹果西达以及队长李智晒出满满台湾战利品，让粉丝笑说有没有考虑当台湾零食代言人。한국의인터넷에있는블로그에서도유명하면서한국사람들이많이이렇게사러와요누가크래커를说到台湾点心，肯定不能错过牛轧饼。根据业者统计，韩国人来台爱买的伴手礼前三名分别是凤梨酥、牛轧饼、水果啤酒，还有芋头酥，通通都上榜。国民美食持续发扬光大，连韩星也爱不释手。东森新闻黄春锦、林州在台北报道。